日期内重复打电话。过期食品应该是要销毁啊，那也重贴制造日期，继续出货。火车根本不是阮朝阳集团合作厂商的火车，刚刚是厂长弄个过期品偷偷转卖给别人，中饱私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我要赶紧甲证据，迄等有威力看。叫我兄弟发现，伊若是当场抓讲，唔知对我做出甚物不利的代志，我是先打电话威廉。啊，这是你住在病院的时阵啊，谢谢替你处理澳洲客户上等来海药，程序已经完成了啦，请你看卖一下，若是无问题哦，我就把这个文件摕去建档啊。芬芬，这文件摕爸看啊。哦，等你来。唔对，澳洲的客户是结婚啊。哦。你嘛唔通安尼，逐天拢安尼憨憨安尼，戆戆啊，精神袂集中，你到底是去创啥？哪有啦，人我足认真的，好无？我只是最近你甲叶小姐订好掉，我的工作变到足侪，才会变到安尼。哟，叶小姐卡啦，你要创啥？应该便是送一下物件，存一下仓库，莫找无路，爱你去食。哎呦，拜托嘞，哪会这么无效啦？小可代志拢做袂好势，啊你这么无用，搁还搁吵。芬芬啊，还是讲煞呗，啊？芬芬，敢有什么所在讲也唔对？你起码是咧加回报呢。处理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在接电话？
安尼敢有收啊？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卖食！啊，若无你若是惹爹地生气，以后你的日子就歹过。爸，这个啦，后盖吼，我会注意。后盖哦，我看是无盖啦。你也知影，你若是甲大客户，你开重要的会议，发生这种情形，后客户对你的观感，感觉真歹，你想人会给你后盖机会吗？哎呦，爹地，你莫讲美威廉哥哥啊，是叶小夏一辈吧？威廉哥哥只是给客户我的公道，哎。林芬芬啊，你若是惊人讲吼，啊，你落去甲叶小夏管就好，莫予人有机会踮咧伊背后搁讲遐有诶无诶。小等下，我要出去开会，你甲我做伙来去啦。啊，小夏，若是咧时间内赶袂倒转来，我看伊也无迄个资格当做你的助理啦，叫伊乖乖踮咧厝内就好啊。爸 ，Bravo, Daddy， 这决定真正足赞的呢。威廉哥哥，你是唔通甲叶小夏讲哦，咱趁这摆机会甲叶小夏 test 一下，看伊做代志效率是安怎。伊若是敢偷懒，咱就可以下台一鞠躬。威廉上早都无爱接电话啦，这台车唔知要驶去倒位。若是小陈发生什么状况，我是要回报公司，还是直接打电话骂好啊？伊妈妈会接我的电话。我不应该被动等待代事发生，要想办法控制情绪。跟我的话听无好吗？等下，我的话敢若听无好呢，我要小检查一下哦。好，我在大厅等你哦。好啦。物件拢倒安尼，希望物件无下去，无就惨啊！
车要开倒。方伟啊，你车要开倒。小姐是袂好看回来啊！啊，假如讲爸坚持要叫小姐离开公司，我是要哪替小姐讲话啦？爸，你叫什么？我不要紧嘞，你这车是要安怎呢？往龙冲过来，你落去甲看麦。是。嗨，你安怎塞车呀？哎，向走过来，他这边弄着，你知无？小夏哪会开火车回来？小夏，啊你是哪会？小夏，这到底是什么？爸，咱公司有来拆。阿姨，先休困一下啦。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你应该先处理才对。那是不是跟叶小夏有关系的代志嘞？阿姨英明。也唔过这摆，我是得到爹哋的同意，唔是我大主大爷哦。人爹哋讲，这摆伊的小夏若是无赶回来，陪我连哥哥开会，都爱叫伊包花款款回去食家己，彻底为朝阳集团消失。阿姨，咱就趁这摆机会，把伊的小夏丢掉啊，安尼就好呀。啊，若无伊的小夏这 trouble maker， 到时阵一定会替恁家做出足大的代志出来。来，进来。革职命令，我已经替你写好啊。你只要签名，我摕去人事室，唔免过标金，就会当一劳永逸，把叶小夏迄个扫把星挂出去。林芬芬，啊，你来公司拢已经这么久啊？啊，你是安怎拢袂晓变通呢？拢唔知影要替咱公司来设想，那我即马就是伫咧替公司设想。阿姨，你唔是嘛对叶小夏足感冒诶？阿姨这么贼吧，规工伫咧咱面头前安尼行来行去，你拢袂感觉足压榨啊？人我是已经气甲气神落命，我已经拢无法度专心做代志呢。啊，我即马是威廉哥哥的贴身助理，我若是无法度专心做代志，就影响到威廉哥哥。影响到威廉哥哥，就影响到公司。
所以我今嘛嘛是为着大局设想，铲除猪队友。我听你安尼讲起来，可敢那不哩有道理呢？因为我讲的都是事实的。阿姨，事不宜迟，咱一定要趁伊小夏回来进前啊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啊，若无到时阵，伊若是去甲威廉哥哥斗，叫威廉哥哥甲保全，代志都麻烦啦。阿姨，警察请你来，来了，来了。当困觉。